韩光君，韩光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再不一天，你护着魏婴就算了，现在还不让我们搜查他的老巢，你究竟居心何在？你没有资格同我讲话。你。 被敌人牵着鼻子走，可有趣吗？他，说啊，怎么不说了？尊主，尊主，怎么回事？这不是妖法，这是禁言术啊！你继续。真奇怪。 没有看错吧？你还在问吗？问尽古来世人的痴。